说到膝超伸，我绝对有经验，给大家总结了这几年来我用到的最好用的动作，针对骨盆前倾、前移、膝关节囊松弛造成的膝超伸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臀部靠墙，骨盆向前转动，不要弓背，保持脊柱伸展，倾斜45度，双手高举，手扶膝盖或叉腰都可以。臀部有酸胀感，就算坐对，保持30秒，重复5组。右腿屈膝，左脚蹬墙，右手扶膝盖，左手扶臀部，推膝盖向前，推臀部向下，感觉腹部、臀部都收紧，大腿面和腹股沟均有伸展，就算坐对。单手扶膝，屈膝下蹲，右腿向后抬起，呼吸缓慢，伸直左腿，不要用力压膝，有控制的微屈膝即可，感觉大腿收紧，膝盖向上提，重复8次，做3组，膝盖有不适，右脚点地坐，每天做3步，终结膝超伸，双腿细长直。关注我，带你练练更好的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